回去了，处理一下。好，先消一下毒。好。这么多背后的杀手，这十分钟都是开了。怎么样？已经报警了，警察说马上就到。可这个时间全程堵车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不会要去抓猴子吧？我。你是一名毫无畏惧经验的医生，如果这次缉毒行动中出现了任何差错。 一个被猴子咬伤的患者正在呼吸休克，心脏骤停。来换床，我一点。家属外面等，外面等，你们请等一下，医生在抢救。醒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王大，发病原因在一个瘤眼外门外，被猴子咬伤，上呼吸机，打风静脉通道，肾上腺素，一号可警推。病程发展很快，被发现时已经昏迷了。 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看看，还要给你吹吹。怎么了？啊，我女朋友被一只猴子给抓伤了。抓伤了？让我看一下，我是医生。好好，这伤口这么深，没事吧？把它送到前面的医院，送急诊。这附近有几只猴子，突然像发了疯一样，已经抓伤了很多路人了。很多人？不是，这条路我们经常走，从来没遇见过猴子。暂时也不清楚，但是这些猴子很有可能是感染了某种病毒。 类似于狂犬病的那种，所以别耽误时间了，快送他去吧。哎，行，听大夫的，咱赶紧去。哎，谢谢你啊，没事，谢谢。走走走。